冯仁智，哎，旗子一挥，爆炸三秒，嘣，没有撞到，厉害，又没有撞到，厉害，安全过关。冯仁智本身在开米线店，台北人，你上的车子。改装以后要超过200万的价值，难怪有火箭的炮声，厉害！2006年八强亚军，2007年奥运杯冠军，2008年奥运马冠军，2009年又是冠军，冯仁智所开的车子。梦时代的摩天轮很漂亮，如果是晚上的话更漂亮了。本来每个周末周六，梦时代前面这个广场都是属于夏季活动的，两边都封锁了，里面在那边开 party， 很热闹很精彩。明天试运期间停止一次，8月1号那两天假日是老歌经典老歌演唱会，又来了，飙了。